生去收到这张恐吓信啦，讲要甲咱讨一千万，佮讲伫咱兜已经装炸弹啊，可是咱若是无付伊钱，还是去报警察，炸弹都会爆炸，哪有可能警方斗相共？所以要报警处理，啊，不过爱请警方尽量较低调。莫关心啦，先把这个代志处理也好，爱人约会时间已经到。过十分钟十二点啊啦，警察在楼顶还没找到炸弹呢。是你。妈，我要留咧陪你，你要陪吗？你少年人出去。阿公，你甲炸弹，唐太爷甲什么所在？即马敢剩两分钟。什么炸弹啦？我这是卡手机挡袂住，才弄落。但是讲咱业界真了白白，不过咱这帮为阿妈做伙成家。志成，你应该嘛是为着找地主的代志。母娘一定是因为萧峰不是想家的黑妹，所以才无应对。志成，心飞的，他来抽签吗？你不是要提高跟鞋给我啊？我抓到那个肇事者啊！我真正足介意你，我对你的感情，叫你叫我的时阵就已经注定，你莫让我有遗憾，好不？这签诗的意思吼，是讲恁拄啊求的代志哦，压力真大啦。啊，不过有生死关哦，爱过啊，这代志你敢要坚持去做呢？我才去收到这张恐吓信啦，讲要甲咱讨一千万，佮讲伫咱兜已经装炸弹啊。可是咱若是无付伊钱，还是去报警察，炸弹都会爆炸。你太饮酒醉，是要对无礼无？你哪只好大胆哩？我无啊。安怎？哪有可能警方斗相共？所以要报警处理。啊，不过爱请警方尽量较低调。莫关心啦，先把这个代志处理也好，爱人约会时间已经到。过十分钟十二点啊啦，警察在楼顶还没找到炸弹呢。是你。妈，我要留咧陪你。你要陪吗？你少年人出去。阿公，你甲炸弹，唐太爷甲什么所在？即马敢剩两分钟。什么炸弹啦！我只是卡手机挡袂住，才弄落。但是讲咱业界真了白白，不过咱这帮为阿妈做伙成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